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54页，154页，倒数第四行，记录跟注解完全相同啊。世尊，称其本性。和盘托出，毫无保留，故名称心。心是自性，是本性。中国古人告诉我们，本性本善。把这一句话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，三字经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是赞叹，是太好了，太圆满了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。佛经上所说的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，称之为自信。自信能生万法，它是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都不能离开它，包括虚空，如果离开它，虚空也不存在。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，电视的屏幕，一切画面的载体，如果没有屏幕，一切画面都不能出现。这个画面呢，好比是自性。所变现出来的。能变现的是自性的本体。本体什么也不是。在经中叫它做常寂光，
那本体就是自性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。啊，它要是物质现象，我们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可以缘到。要是精神现象，我们的思想能够想得到。啊，它什么都是。它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茫然无知，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它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啊，它现的相，能生的万法，我们很具体的见到了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。佛教化众生也是分三大类。啊，佛教它说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业相、自然现象。转向就是念头。精神现象。第三个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名称不一样，说的都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如来的大乘教全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，和盘托出。我们接待客人连盘子都端出来了，这就是什么？我通通脱出了，没有保留的，啊，毫无保留，这叫和盘脱出。如来清正的是什么样子？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啊，没有保留。所以叫称心即坦。啊，一切含灵是众生。含灵灵是智慧。啊，灵是感触。那就是指现象里面的动物。啊，动物有明显的感觉。植物有没有？有。矿物有没有？也有。啊，真的植物里头有树神，有花神，有草木神。一点都不假。矿物里的有，有山神，有土地神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，特别是华严经，给我们说的非常仔细，非常清楚。啊，皆因此而得度，因此。净宗法门，幸愿持名，因这个法门，因这个法而得度。这个得度，就是了脱生死，超越十法界。
回归自性。啊，从自性流露出来，最后还归自性。啊，中国人所说的落叶归根，这一句话的意味深长啊，深广，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这一部经，这一句佛号，实实在在是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。峰是山峰，顶级，再没有比他高的了。啊，这一部经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，信愿持名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教。啊，所以说称心极谈呢，这是判定这一部经在一切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地位。完全为我们显示出来，我们这些同修有福啊，在一切经里面，你怎么会遇到这一步？啊，好像啊，你中了特奖一样啊！第一奖啊，不是第二、第三的。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一生，决定做佛去了，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，就知道自己有份。啊，下面给我们讲的三根普被甚凡其手啊，这上则如普贤文殊上法院求生记录啊，我是在学化缘看到这段经文，对经宗真正升起信仰，真正升起求愿往生的念头。撤下呢，则无利失物，临终得遇善友，教一念佛，十念成功啊，一生必果。上至文殊普贤，下到无逆施沃，包括我在其中啊，我不在其外啊。这些人都能往生，我们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？啊，我们看看黄念老的注解。
他说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了。世尊，故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广应群集。八万四千不多，所以这不是数目字，数目字很有限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是这个意思，是表法的。啊，众生根器千差万别，不止八万四千了。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没有办法广应群起，所以八万是表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啊，这就能讲通了。啊，华严用十表无量，弥陀经用七代表无量。啊，都不是数目字。华严原教专接上上根人，我初接触佛教，方东梅先生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啊，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，他告诉我，《华严经》是圆满的哲学概论。内容包括全部的佛教啊，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在其中，一法不漏，专接上上根人，能不能三根普被呢？如果不能是三根普被，那华严的价值就有限了。啊，真的。他三根普被，何以见得？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，不就圆满了吗？普贤菩萨用什么倒归极乐？用一句佛号，何以见得？我们看到吉祥云比丘，五十三参第一个参，第一个善知识，他修的是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五十三参第一参，第一是什么意思？叫先入为主。啊，主修的经典。一定是把这第一
摆在最后，果然如是。五十三参第一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最后第五十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看看一头一尾不就清楚了吗？那我们再往下看，智慧如舍利弗，世尊学生当中，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神通目犍连第一，那是于佛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了，但在华严会上，如毛如龙，况是下于此者，古云下根绝分呐、啊，下根没分呐、啊。啊，佛对下根的人不讲华严。华严对上上根人说的，但是佛也没有把下下根人放弃啊。讲无量寿经那是普度，无论什么根基全包括在其中的啊。至于小师助教，乃皆全小之己啊。华严无教小师宗灯愿啊，前面这两种啊，小教实教好比是小学啊，佛办大学办研究所，同时也办了小学啊。那么这是戒全小之己，全是方便数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对上根呢，则有较浅己身之时，所以不引起。啊，这说得很清楚了，为本心之持名念佛法门，甚凡其手立顿习辟啊。佛说这部经，这部经说过很多遍，不是一遍啊。所以在当时集结经藏的时候，就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到中国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。梅光系老居士序文里头介绍的很清楚多次宣说了，说明它不是普通的经典。普通一般经典包括华严法华，佛只说一次，没有说第二次啊，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说，这是佛度众生心太切了。在这个地方
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来的本怀，他的本愿是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圆满成佛。这佛的本怀必须要有一个法门，一切不同的根性千差万别的根性通通得度，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心愿之名。车上则如普贤文殊上发愿求生极乐，文殊菩萨的弟子记录在此地。愿我，这个我是文殊菩萨自称，灵于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再看文殊菩萨的偈，几乎是相同的。愿我命中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两位大菩萨愿文的意思完全相同。第二句我们要特别留意，普贤说尽除一切诸障碍，文殊说灭除诸障碍，他们的障碍灭除尽了，我们的障碍有，那么我们要求往生，一定要修菩萨，把障碍放下。障碍是什么？烦恼习气。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佛把它分成三大类。无明烦恼，尘沙烦恼，见思烦恼。又告诉我们，这三大烦恼无明障自性，不能见性。尘沙障智慧，见思烦恼，造成
六道轮回十法界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轮回是假的，换一句话说，见思烦恼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因为你有见思烦恼。为什么会有四圣法界？因为你有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四圣法界，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六道轮回。啊，见思断掉了，六道没有了；无明破了，十法界没有。十法界没有了，什么出现了？十报图出现了。啊，十报图是自性变的。无明虽然破掉，还有无明习气。啊，四十一品，无明习气统统断尽。恭喜回归自信了啊！回归自信就是证得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妙觉果位，真正的无上菩提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这些烦恼能破吗？能。净宗有非常巧妙的方法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。啊，只有净宗有。为什么？净宗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所以你能成就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幸运持名四个字。你对于这部经典真正相信经典里所说的道理，明白了经典里所说的方法，通达了，那你老老实实照这个去做，一生决定成功。啊，我们看到南阳来佛寺这三个人，啊，这一个光碟上看到，用这个方法圆满成就。这三个顺序，第一个海清法师，第二个海贤法师的母亲，第三个海贤法师本人。啊，这三个人恰恰好都不认识字，都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他们居住一个共同点
是什么呢？都是老实人，都是听话的人，都是真干的人。那他怎么能成功？就这三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六个字我们有没有？他们真相信。海鲜老法师在18岁的时候得一场重病，腿上长了个毒疮，几乎把命送掉。母亲到处去求医，去找药，结果通通无效。虽然他很年轻，18岁，他觉悟了。妙药难医冤孽病啊！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于是放弃医疗。不要再找医生，也不要找药了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他有信心，他没有怀疑。真的一切放下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一心专念。念了一个多月，腿上的毒疮果然不药而愈，好了。从此之后，愈相信观音菩萨。经典上佛菩萨所说的，全是真话。决定没有妄语，不欺骗人呐！只要你真诚相信啊，你就会得利益。那么他亲自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念了一个多月，疮就好了。早年间，东北刘素云居士得的红斑狼疮，这种毒疮，北方有，我们南方没见过，比癌症还严重。那是要命的病啊！刘素云居士修佛了，没把病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佛号，只有无量寿经，他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。这部无量寿经，他找到我早年所讲的一套观点，大概100多个小时，他每一天
听一片，一片是一小时，但这一小时听十遍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天听经听十遍，十遍就是一个小时重复十遍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天一片，一部听完之后，从头再听，听了十年。我相信他得念佛三昧，啊，虽没有彻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相信有大悟，啊，所以他有许多没有学过的经典，他能讲。讲得不错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有悟处，说明他得三昧。三昧前身也是千差万别啊！不得三昧，不会生智慧啊！人生智慧，无论看生疏东西，没有看过的东西，一看就明白。那中国古人讲的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那经典说的这个意思你自然明白了。那所以障碍我们要远离。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尽量的不执着，尽量不要分别，为什么？分别执着是严重的障碍。不执着，清净心现前了；不分别，平等心现前了。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真的小神，平等心。是菩萨证得的啊！修什么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、言行啊，观念最重要。观念正确了，言行自然就正了，不会有偏斜。那么经论确确实实帮助我们修正行为的标准呢、啊。我们起心动念跟佛讲的相不相应？相应，真知真切。你的三意、身口意是真心。如果与经教相违背了，那是邪知邪见，言行就错误了。
一定要以经教为标准。这个经上经律论统统去除啊，依照这部经修行够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知识爆炸，错误的观念行为比比皆是啊，以正知正见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初学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那怎么办？由无量寿经就行了。啊，无量寿经就是标准。这部经上主张的持戒念佛，32品到37品是戒律，详细说明无戒是善。讲得很详细 啊，我们从起心动念不犯，无戒是什么？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啊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用这个善心来念佛，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处落实无戒是善啊，落实三福六后，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往生就没有障碍了啊！我说的戒律很简单，净宗学会的同学，我们在一起共修，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戒律必须遵守，敬业三福必须遵守，无戒是善啊，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够了，不用再多了啊，这几条我们通通只能做到了，决定的是啊，为什么呢？障碍除掉了吗？我们也像菩萨一样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
生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又如本经云，世尊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此世界娑婆世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有多大呢？10万个银河系，啊，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时间，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啊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1000乘1000再乘1000，10万。这10万个大信息是一尊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处所，这个处所不是真的。经上有数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啊，随现象是梦幻泡影，不是人的。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？这些东西是烦恼，是情执。你要不肯放下，离不开六道轮回。念佛也不行，放下才能往生，不放下不能生净土。换一句话说，想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一点都不难。佛会反过来问你，你能放下吗？能放下，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麻烦的是，我们真放不下了。在家修复的同学，家庭眷属能放下吗？执着情摆在第一，情执啊，放不下的人怎么办？诵经，这不行，果然下定决心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读，能够读上10年，你的功德就成就了。啊，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再娑婆世界。啊，下面本经
佛告弥勒，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众德本，当生彼国。无量寿经上讲的，佛当年在，讲无量寿经这个大会场里面，众生听了，没有反对，听得生欢喜心，虽然不能够往生，啊，修得也还不错，这一生大义疏忽了，来生后世再来，这个要大福德大因缘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福报，你来不了这个世界。没有因缘，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没有机会让你看到无量寿经。所以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！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。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执种德本，执好比种植啊，种植的德本，德本是什么？那这就是什么是道德的根本？道德从哪来？我们可以不谈过去，现在从哪来？现在从昨天来的。昨天从哪来？昨天从前天来的。这说得很粗啊。要如佛经上讲真实语，不骗人。那释迦牟尼佛在哪里？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因为在自信的范围里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大小，如来确确实实生在这种世界啊，这种世界。叫十宝庄严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，华藏世界那是性现的，不是阿赖耶种子出生的，
显现的。啊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个个都是发心身，真正发心。就有感应了。我们要掌握住啊，不能让它空过啊，方方面面的多看，多想想，极乐世界真有，六道轮回真有，啊，恶鬼地狱畜生真有，决定不是假的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，活100岁也只有一弹指。啊，我今年88岁，回想过去80年前，就像在昨天一样。啊，80年前我7、8岁了。祭祀啊，那个时候农村，我生活在农村，啊，生长在农村。农村里面的状况都还记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个时候社会也动乱，但是我们那个小区，啊。那个小乡镇里面是太平，算是盛世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啊，8年抗战战争，日本人没到我们那个地方。大概距离我们那个地方将近100里这样子，啊，中国华里大概有50公里这样子。日本人，我们那块日本人没到过。啊，时间过得太快啊，一定要把机会掌握住。我们决定有指望往生。我们虽然做很多不善，无逆十恶，还没有到这个地步。啊，现在忏悔还来得及。啊，这个地方教我们。要除障碍，要集中德本，那就是断恶修善。什么是恶？为自己都是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为自己，你很爱这个地方，爱你的身，爱你的家，啊，爱这个地区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就是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要想自己，想别人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利益众生，利益别人，没有自己。这真正能消业障，真正能积福德。啊，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有大利益了。
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一生，他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112岁往生，他念了92年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真正叫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晚年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肯说。来福寺周边这些居民都知道老和尚有神通，老和尚没有现神通，但是乡下人生病，到什么地方去求医？老和尚这个时候现神通，凡是找到他的，他在野外随便拿一点草、花、树叶，你拿回去都能治病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很灵验的。中医本草里都没有的，为什么它能治病？这都展现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细心观察，他得三昧，他开悟了，他是以他自己修持的功德加持，被加持的人对他有信心，没有怀疑，病这么好的，念头一转，病就好了。外面那个什么药的，那是个影子，那不是重要的。最重要是念头。现在科学家讲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就这个道理。老和尚有这个念力，但是你对他要有信心。你对他没有信心，你不起作用。你对他有信心，他就起作用。那么下下根人，这无逆是我，临终遇到善友，教一念佛，生念成功，一生别过。这也不是容易事情。临终能遇到吗？有这个机会机缘吗？太难得了啊！临终遇到佛法，别人一劝就肯听，这个人虽然这一生没学佛，肯定在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曾经供养
无量诸佛。在这一刹那之前，他发现得到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他真心真愿真念身念意念都成功啊！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大善跟大法的大福德，这个时候成熟而已。啊，有古时候有这种人，现在也有这种人，很少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本经呢，广受万类，普被三根之阿切陀要。那我们可以说，海贤老和尚随便念个东西给人治病，那是阿切陀要，那不可思议，它非常有效，能愈万病啊！实实在在讲，佛力加持的，不是佛力加持的，怎么有这种可能？啊，佛力加持老和尚，为什么不加持我们？我也很想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得不到加持？我们跟老和尚的心性细心对照一下就明白了。我们跟他也对照，我们在教里头用的功夫比他强一点，但是真正在落实上呢，我们跟他差距太大了。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，这个时间有几个人？这就是没法子比啊。他真干呢、啊、我们今天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们都万缘放下，起来干什么？真干啊！一定要学他的佛号不间断，要学他的万缘放得下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。老和尚的学生告诉我们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对人发过脾气，啊，即使别人侮辱他，他能忍辱，他也不会跟人发脾气。这是修行功夫 啊！不贪不嗔不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。换一句话说，见思烦恼断了。那见思烦恼断了，最低限度的地位是阿罗汉的地位。啊，何况他不是小乘的，净宗是大乘法。啊，那大乘法的时候，他是法身菩萨。
啊，下面这一段引经说的本经啊，本经云：执是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执什么？遇到，只要你遇到这个境，真的随你的意思，随你所，没有不得度。我们接着看下面下文。末法众生，福薄障深，这四个字我们有很深的体会。我们的福真薄，我们谈不上真修行，海清海闲真修行。你看他一生住在乡下偏僻啊，农村里的一个小庙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在那里住了一辈子，没有福报啊。啊，障深，在我们身上看到障碍很深。啊，真正修行，第一个是嫉妒的障碍，啊，有意无意障碍你修行。啊，障碍一切善法、善事，把你的缘切断。这个事情是利益大众的，他也敢干呐。障碍弘法利生呢？断众生的慧命，果报在无间地狱，他也肯干。果报现前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有许多同学来问我，想发心学讲经。讲经有什么好处？你们细心观察，你看我这一辈子，我听老师的话，老师叫我走讲经教学这一条道路。一生流浪啊，我连一个像贤老法师乡下一个小庙我都没有啊。
他还有个小庙，我没有啊。他还有100多亩地可以耕种啊，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啊。几十年在外面流浪，哪个地方请讲经，就到哪里去，讲完了就走路。无家可归也。啊，那么还不错，那就是有很多人请我讲经。我这个地方讲完了，那个地方就来请了。还有，如果没有人请怎么办？啊，你能有这些缘分吗？啊，我的缘分也很特殊，我觉得我这一生佛菩萨安排的，我自己想不到。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缘，啊，帮助李老师办慈光大专讲座，这个讲座很成功。啊，在台湾的影响很大，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讲座，找我去做总主讲，我在那个讲座讲了4年，一个星期一次，星期天啊，寒暑假呢，在嵩山寺老和尚的庙办办，大概是2个星期、3个星期。啊，他请几个法师，我是其中一个。啊，学生全是大专学生，所以我那个时代认识大专学生不少，他们都听过我的课。这些学生毕业了，到国外去留学，啊，学业事业有成，在外国定居，所以我认识这么多人。这么多人，他请我去讲经，啊，不是寺庙请我，不是在家居士请我，不是的，这批学生请我，啊，每个地方最长讲1个月，最短3天5天，啊，我有这么多人邀请啊。要没人要钱怎么办？啊，这个缘我相信佛菩萨安排，啊，没中断的。啊，一般出家人到哪里去找这个缘分？啊，你学会了，谁请你讲？这问题可麻烦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宣传，希望宗教回归教育。回归教育就在办学校，
啊，那我们学讲经呢，就有出路了。我将来到学校去教学，啊，马来西亚我们建一个汉学院，里面叫什么？叫儒释道。啊，那我们出家人修佛经可以，这里头有六个科目。啊，有儒，有佛，有道，这是汉学。啊，斯里兰卡那边建佛教大学，我们真正学讲经的，有地方教学。啊，印尼回教大学。积极在筹办汉学院，啊，大学要设一个汉学院，汉学院也是儒释道，啊，出家人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学习，啊，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，国立大学，啊，有学位的，啊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那么这个学校毕业出来拿到学位，可以在一般大学里面教中文，他有个出路啊。怎么有出路怎么办？啊，什么时候宗教真正回归教育了？讲经人才就需要了，讲经的人才。有个立足之处，否则的话，讲经人人家不要啊。那我讲经是台中跟李老师学。出家之后，剃度寺老和尚劝我放弃讲经教学，啊，叫我学着金蝉佛寺，学着这些做法会，叫我搞这些。我不能做，我发心出家不是这个愿望，我的愿望是深入经藏，能把大乘佛法讲清楚讲明白，我是为这个，不是为别的。那么寺庙住了一年，我就不再住不下去了。啊，在台中学经教，住居士的道场，啊，住在慈光图书馆。这是没有出家之前跟李老师结的缘。啊，学成之后多半时间都在国外。啊，国外的法缘很殊胜。大家生活都很艰苦。建一个道场，建一个佛堂不容易。啊，同学们，请我讲经，给我买一张机票，这个行，他可以做得到。建个道场做不到，在外国外
住在同学们家里，啊，道场是临时租借的，因为时间短，啊，最长不超过10天。所以一定的难度啊，这个就是佛不长身了。看到这一句，无限的感慨。那真正自己念佛成就，心愿持名，唯此一名，一门。但心愿持名，便能功超累劫。往生极乐，今等不退。这真话不是假话。若无如是微妙法门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等彼岸？啊，居士在家修行。像海贤老和尚，这个小庙的三个人这种成就，我见过，我听说过，听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至少有10几个人。所以我相信，人生苦短啊，极乐世界真有。往生不难，啊，40多年前。那个时候我差不多40多岁，在佛光山教书，佛光山这个乡镇它叫大树乡，隔壁是将军乡，属于台南的。啊，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，自在走的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告诉人就有干扰，人家总是劝你啊，不要走啊，多住几年的，这是麻烦就来了。啊，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善良，非常慈悲。啊，他也不懂佛法，把佛当作神看待。啊，神佛不分，有空就去烧香，拜神拜佛。啊，那么3年前。他儿子娶了个媳妇，这个媳妇懂得一点佛教，劝他婆婆不要到处乱拜，啊，家里给他设个小佛堂，供养西方三神，叫他劝他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把极乐世界好处讲给他听，这个婆婆听懂了，完全接受了，哪里都不去了，
就在家里头拜佛念佛三年啊，走的这一天没说，这就是智慧定功啊。晚上走的，吃完饭的时候啊，儿子媳妇很孝顺，他给他们说，说我要洗个澡，你们先吃饭，不要等我。啊，他是真的洗澡了，换了衣服了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。啊，叫他没人答应，到他房间看看，他确实换了衣服，然后再看小佛堂，他穿着海青，站在佛像的面前，手上拿着念珠，叫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走了，没告诉任何人。那我是这个老太太的邻居，她亲眼看到的。啊，邻居这个人在佛光山做工，啊，佛光山的长工，他把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事情说给我们听，告诉我们。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啊，啊，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啊。亲眼看的真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。老太太走得非常安详啊，三年就成功了。我们看净土神仙录，看往生传，一半以上都是三年。那么是不是他们三年的寿命都到了？这讲不通啊。我早年在台北讲经啊，住在韩馆长家里的，住了17年。如果没有他们家的护持，我这条路就走不通，死路一条。啊，那时候就是两条路，一个放弃讲经了，去做金蝉佛寺，这寺庙里欢迎；第二个还俗，走到这个三岔路口。啊，韩馆长跟他的先生是我的听众，我把我的困难讲给他听。他父亲两个仗义护持啊，他家里正好有一个空房间，是一个小佛堂。啊，替我找地方，找讲堂，替我找听众，听众人数不太多，三五个、十几个都可以，只要讲经不中断。就能学得出来。啊，他帮助我这个事情。我们在一起合作30年，
前面17年住在家里，后面13年我们有一个小的图书馆，还没有这一栋大楼大，小图书馆在金门。福薄长身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还是三宝护持，有这些缘分，没有完全退行。一直到现在，香港回归，在回归之前，我是每一年一定到这边来讲经一个月。那个是在澳洲也是一个月。新加坡这些地方讲经。这事是今天讲经难了，讲经没出路啊，没有收入啊。金灿佛寺有收入啊，没有人欢迎你，见面都很客气的。香港地方小，没有办法接待。居住很困难。辛辛苦苦，到处奔波，几十年。到现在才有个小地方。我就不想走了，不想动。年岁大了，国际上的活动统统停止了。所有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么讲经我们用这个小小的摄影棚，用网络，用电视。跟各地方的同修道友，他们在这个时候打开频道，我们在一起分享。我们希望真正有发心办学的，我们欢喜赞叹。我们也全心全力帮助。大学建成了，我去教一门功课，就是教无量寿经。我其他的经教统统放下，一部经一句佛号。我采取的本子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这个本子李老师亲手给我的。我有义务，有使命弘扬这个本子。跟大家介绍这个本子。黄念祖老居士见面之后意见如故，志同道合。他这个注解第一本给我的，
我有使命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即现在我讲经听众不在面前，在电脑面前，在电视机面前，我知道有许多人，我们没住在一起，我们天天见面，啊，所以我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跟他一份文字资料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。确实我们学经一辈，学了一辈子，他给我们做了个总结，他把我们所讲的全部落实了，何学何用。啊，所以他虽然不认识字，我们把这个经本念给他听，他完全理解，他没有丝毫障碍。啊，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，这个人的视线让我们对经宗法门，对信愿之名往生净土完全肯定了，认可了，再没有丝毫怀疑了。啊，那我们要做的要跟他一样，万缘放下，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口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啊，尽可能的少说话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觉明妙心菩萨教给我们，啊，但信但信愿持名，功超累积，往生极乐，今生不退。来佛寺三位菩萨了，海清海贤还要加他的妈妈了，那妈妈不是普通人，往生之前还亲自下厨房包饺子给大家吃，吃完饭之后了，坐在椅子上一盘腿告诉大家我走了，真走了，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，啊，八年之后海贤老和尚是个孝子，啊，当时环境非常艰难，啊，很简单的埋葬，总觉得对不起母亲。现在环境好了，想给他改葬，墓穴一挖开，一看人不见了。那棺材里头只有钉棺材的几个钉子在里头，人不见了。
来福不是二圣，三圣。妈妈虽然没有出家，修行的功夫出家人都比不上啊。啊，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，我们还能不信吗？啊，今天真的要没有这样微妙法门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得平安？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碟片，看到这个文字报道，能不动心吗？能没有感动吗？啊，真正有感动，就有行为，有行动。我真干了。啊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是我们眼前第一桩大事。啊，自己跟自己要限定时间，啊，多久呢？我相信一年足够了。啊，这一年当中，有一个愿求，就是求见阿弥陀佛。大势至菩萨说得很好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见到佛心就定了，没见到佛心不定的，见到佛心就定了。啊，见到佛要真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，还有寿命可以要求佛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提前走。啊，佛很慈悲，这样的人很多，非常非常多。啊，都是见佛舍寿，提前往生。啊，我们能做得到。那么留在世间，那就像海鲜老和尚，佛叫他留的，留来干什么？表法，做榜样给念佛人看。啊，不是这桩事情，没有其他的理由。不是啊，没有理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